OK， 来到了我们的第七天，这一天呢是我最开心、最期待的一天。讲一下是为什么？拍第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去租跑车在杜拜啦，所以这次我会租 Aventador， 就是大牛啦。OK， 因为之前在我买那辆 Hurricane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买 Aventador 还是买 Hurricane 好。可是因为听了很多其他有经验的人驾 Aventador 在 Malaysia 都不是那么舒服，所以到最后我还是就是讲，哎呀，这样我先买个 Hurricane 先，至少我可以很舒服的驾，因为我想要经常去驾它，我不想买了，然后觉得不舒服，放在那边浪费钱这样子了。可是我还是有点不甘心，说的今天来到杜拜去租这辆 Aventador， 去驾一驾，去感受一下他在路上走的那个感觉。说这次来到杜拜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可以去驾着这辆车到处去看一看杜拜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可以看那辆车应该在那边了。所以我们这一轮总共租了三辆车，一辆是 Aventador 我租的，然后一个 Rolls Royce Dawn， 这两都是开篷的车，然后最后一辆就是 Bentley Continental GT， 也是双门车。 OK， 说的应该是这边。所以我们特地来迪拜就是租一个开篷的车，就比较好看。有一个机遇来到这边，我们 try 这个 Aventador 大牛，用了它一天看有什么好。如果真的是不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驾，然后我可以接受的话， maybe 可以考虑买多一辆。OK， 或者换掉我的小牛也可以。So that 这个是我的 dream car 啦，我的 Lambo dream car。So that's our ride today. OK， 那我们是 Rolls Royce。Dawn， 还有这辆 Bentley 开封的。OK， 来，我们看一下 Dream 开封，看一下吧。哎，开封，给我们看一下。没有那个盖的吗？我、哦、比较便宜，没有盖的。怎么这样可怜？盖给人家拿掉。放好来了，给我放好来，你们在拍可以吗？喂，全部收一块板机来，工作人越来越多人了。喂 ，Oh my God， 阿对。驾了这辆车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左右了，感想就是整辆车然后在驾罗里这样，我跳了在驾罗里这样。如果你要比起小牛 Hurricane 的话，它的确是更加不适合。其实 Hurricane for City Drive 的话是可以接受的，它不会跳到很不舒服，它是很硬，车脚很硬，可是它不会让你不舒服。这个是直接，你看我们现在基本上走平路吧，你拍前面看，基本上是平路，可是你可以看到都还是这样颠这样抖。如果跟这辆车啊拿去放进马来西亚，可以讲更懂马来西亚路坑坑洞洞的路。因为 Hurricane 它又兼并了 performance， 然后同时又有了舒服，
兼具的一辆车，说真的，我是很喜欢那辆车，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买过那辆车。可是我相信，如果当初我选的是 Aventador， 我会后悔。尤其如果你是要那种一直上下车，你根本不会叫这辆车出来，因为上下车比较难点。可是好看哦，只是好看，然后声音又好听。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呢，叫 Exit 55 Desert。你要知道，在整个 Dubai 呢，它是很严厉的管制你的车，所以你会发现到这里虽然很多跑车，可是你很少看到有人飙车，原因在这里，因为这里飙车的罚单太贵了。我第一次犯错就是超速的话，你开到620还是640块的罚单 AED， 坐在一张罚单就是超过600块马币。几乎现在没有看到有人飙过车，即使他的车是那种跑车，每个人都是慢慢驾。可是等一下我们去那 desert 地方，它是一个以前做的一条公路给人家用了，可是现在已经比较少人用，因为已经有新的一条路给人家用了。那个旧的路呢就变得比较少人，然后也没有管辖，也比较放松一点。OK， 就没有那种 speed limit 啦。我做功课是这样做。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跟别人稍微试一下这辆车的那个实力在哪里。Stranded in the open, dried out tears of sorrow. 哦，你看，你看。哇，帅爆了！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那 Facebook 那个大圆圈，你看这边在我们拍照的地方。Desert 55就是这边，你看全部是沙漠，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圆圈，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 video 里面的那个圆圈，你可以看这里有很多打压印，很多人在这边玩漂移了。前面后面开风，风刺了几头杀进去，我们不要开。哇，太多杀了！我跟你讲，你整个 camera， 我跟你讲，现在整个 camera 都是杀来的。Oh my god！ OK， 现在老师呢要玩赛车了，我们来，我们现在呢是排着第三名的啊，最后一名，我们要追着前面的两辆，前面有两辆。你们看到吗？看到吗？啊！哇！大风大风，我已救！追到了，追到了，追到了 ！OK， 看一下，嘿！换挡！耶！我们做到了！还有另外两啊！还有另外两！哎呦！OK， 为什么突然间出现在这辆车，不是在 Aventador 上面？是因为刚才那个 Aventador 走到一半的时候，它爆胎了。可是它的胎是那种爆了，它还是可以走。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它那个租车 office 这边，该忘记拍了啦。可是我拍给你们看，我该用手机拍的那画面，这个地方已经裂了，它已经爆开来了。OK。哇，加那个大牛是西北累了，因为我们刚才这样来回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啊，我已经很累了，我现在眼睛啊该又该又，因为迪拜的路全部都是 highway 大大条路，可是又塞车了哦，所以整个体验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或者那么兴奋，开始兴奋吧，过后驾到就因为真的是累了啦，可能是累，我们本来是11点租车的嘛，现在才5点。
就是我们才租了六个小时，基本上我已经不是很想驾那辆车了。等一下晚上我们刚刚跟 MM Crypto 有约了，就是约等一下去他家去谈一点东西，所以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 OK。OK， 现在我们来到 MM 的家。OK， 不大了，不大了，这样大罢了，看到吗？大了这样。我们进去看一看。看一下这是谁的家？没有很大罢了哦，这样子罢了，不大的哦，面向海边的。OK， 三四层楼，没有很大罢了。猜一猜是谁的家？在下面写。谁你的家。没有很大吧？大吧，这是 MM 的家，很大吧？不很大，不很大，不很大，就可以三四层楼高，差不多了。